Box of success.这盒子怎么好，怎么不反弹呢？这个，据他们公司啊，天哪！这盒子你拍了吗？没，没，哦，拍了，拍了。嗯，原来就是这个。盒子做的挺好的，当时做的两千个，挺赚的，接着来笔记本，把它出过来投，觉得下也发了。结果被他坑了。我每次都这样，都有一波好运气，然后第二波就不怎么，我得找人，找事情，这是为什么？